柯文哲市长又有惊人之语吗？在说到歌坛资历谁比较深的时候，台北市长柯文哲对于蔡依林和周杰伦有独特的见解，来听他怎么说。那你知道那个周杰伦跟蔡依林吗？知道了，蔡依林还是比较旧一点的。周杰伦，我知道他在辅大当学生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人了。你想想看，这个感觉上应该年纪也不会太小吧。好，柯文哲市长说蔡依林和周杰伦相比是比较旧的，因为在辅大读书的时候就已经出道，算一算十几年感觉上年纪不会太小，这样的一番话听在蔡依林的耳里，不知道作何感想。